朋友你好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有许许多多景色优美的地方，但是我曾经去过的世界自然遗产的乌九岛的森林是与众不同的，它是悠然宁静的，充满了春的气息。霏霏的细雨，丝丝缕缕，阵阵微风轻拂，牵动着人们的心弦。在这优美的环境中，我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爱抚，它带给我母亲般的温暖，大自然的气息，泥土的清香，花儿的秀美，使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，让生命之树常青，让世界永远充满和谐和幸福。好了，朋友，子江在东京艺术工作室问候大家。